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82期的节目。今天的话呢，再来给各位做一款重涂的系列玩具。在日版的这个系列里头呢，有一个简称叫做 PF 的一个系列。那么它是用了工作室系列 SS 里头呢，挑了几款的模具呢下去做所谓的精涂版本吧。那么呢，除了这一款 Megatron，它是属于第三号的作品啊。这里写了一个三号，那么先前还有大黄蜂啊，还有这个外传这个柯博文的这些模具，包括最近还有救护车啊，这个 Starscream 都有推出。那么其实模具没有什么改变，甚至的话呢，这个如果从照片来看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它跟这个 SS 的有什么很明显的差别啊。细细比较之后的话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啊。那我们这一期的话呢，就让我水一集啊，介绍这一款比较简单的一个分享的一个小玩具。首先它的内容物的话呢，除了这个飞机之外，就只有说明书了。以往日版的玩具都会有人物卡，但现在这种好像也没了。那么支架的话呢，玩具并没有附哦，这是 Figma 的一个支架。那么它刚好呢可以扣在这里有一个洞。那么但是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其实扣上去只能勉强这样放，如果你要把它举起来啊什么的，有时候你看这个玩具还是比较偏重的，就没有办法，这里有一个孔洞啊在那儿啊，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这个并没有附送哦，并没有附送。那我们先前的话呢，在介绍 SS 的时候呢，已经给大家做过机器人到载具啊，那我们这一期就从载具做一个开始。首先的话呢，重涂玩具经常会有的做工变差、松脱的一个关节，在这一款的话呢，没有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各个关节的紧实度啊、密合度都是非常好的。那么附带的这个链条的部分呢，一样的只有附带一个。那光是这样看的话，可能各位感觉不是那么跟具体的先前的模具有什么差别，大家看得不太出来啊。我们把它给两个同时进到画面里头，应该就比较明显。原本的 SS 的话呢，比较接近香槟银色啊，它是比较亮的，也没有所谓的类似战损的这些干扫，可以看到没有，这上面的这个干扫这非常明显的，两者要呈现的就不一样了，一个是战损的一个形态，一个是光鲜亮丽的形态啊，明明是精涂版，但是却走着战损涂装，这个实在是让人摸不着脑袋啊。然后这里包括上方啊，都可以有一些干扫的，当然它还有一些分色不太一样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像这个地方啊，这里这个精涂版的话，在这个地方是有古铜色的一个涂装，包括这个地方啊，一二三，你可以记住这三个点啊，在原本的基础模具上面是完全是一片的银色，这边是银色，这边就是铁灰。那当然细部你去比较的话，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同了啊。在载具的话呢，主要是这个干扫的部分比较明显，那一旦到了人形之后呢，细节上会有更多的不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翅膀底下的颜色也不太一样，我反而觉得 SS 的颜色可能还比较好看一点，如果以飞机的形态下了，我是这么感觉的。然后胸甲的部分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了啊，原本的模具真的是亮了很多，这个就显得暗沉了。那么在铁链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一个链球啊，流星锤的这个部分啊，原本的模具是比较铁灰色一点，这个的话呢反而就变得更加塑胶啊，所以在各方面来说呢，我反而觉得这个所谓的精涂版似乎没有原本的模具呢来得那么好看呢。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PF03 号的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把上面这个部分给打开，打开的时候呢会顺便解开两个锁，一个是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锁扣解开，这里拉开的时候呢，从这个地方有一个锁扣轻松的解开，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往上挑起来，应该是会一起打开的。然后呢最后就是把中间这个尾翼的这个部分呢顺便一并的给松开，这样子这个腿的话呢就打开来了啊。这个刚刚这个流星锤忘了拿下来了，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把它给解开，先把它给打到两侧。我们接下来就整理这一些翅膀的部分。首先这个地方有个锁扣，
把这个翅膀往外推一些就可以了。这个部件是要往内折，然后这个地方往这里翻进来，然后其他这个部件的话一样的是往内折进来啊，这里有一个松动关节把它折进来，最后呢把这一块部件往上翻折，翻折过来之后啊，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边把它给扣上，再利用这个松动关节把它给整个腿给折进来。再来的话呢，我们利用这个原本的这个尾翼这个部分呢往后面折过来，到这边啊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在这里把它给扣进去，算是把它的一个啊巨大的水平的翅膀呢给收进小腿内侧了。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脚掌给打开，后脚跟的话呢啊稍微往下斜一点啊，我们需要它来辅助我们站立。另外一侧的变法呢啊也是一样的，从这个地方打开，然后呢往上面推，这个往内折，折进来，这个地方往内折进来，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一起把它给折进来，然后呢往上翻过来，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呢利用这个地方双动关节再把这个翅膀给收到内侧来，最后的话呢我们利用水平啊垂直的尾翼呢过来，这边这里有个锁扣把它给扣上去，然后就完成了腿部的所有的收纳了。再来的话呢，上面的顶部的话呢，背包从这个地方啊往上面挑开来，它原本是靠的这里啊有一个凹槽跟这个凸去做结合，我们往上一挑就可以了。最后的话呢，这个尖刺的这个部分呢也是很简单，顺着这个方向把它给整个折进来，先到这就行了。再来我们把两只胳膊应该先把头啊给往前面拎一下，然后呢两侧的这个手臂把它给打开，打开自然先下垂，然后的话我们先把后面给组合好好了，这个地方两侧要撑开来，到这把它给扣进去，到这里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啊把它给扣上去，另外一侧也是有的。这样一来身体的一个骨架，应该说身体的整个外壳的话呢就算 OK 了。最后旋转这一块灰色部件旋转过来，这里有个凸啊，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凹槽啊，把它给卡进去，卡的不是很紧啊，但是基本上也意识到了 OK 啊，就不会松脱了啊。然后手臂的话呢可以稍微的水平打开一些些啊，这一款的关节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偏紧啊，反正它是不可能比原来的松啊，是不是偏紧的话我不是很清楚，可能我原本的这一款模具因为我把玩次数比较多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掰的次数比较多，所以它显得比不上这个来的紧。但总而言之呢，言而总之呢，两款的紧实度呢可以说都是差不多的。那现在的话呢就直接的呢给各位看到他们两者之间具体上有什么样的差别了。那么这个流星锤的部分就不特别装上去了，装一下好了，还是装一下了。这个左右手可以交换装啊，这个手臂先收进去之后啊，然后把这个凸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就这样吧。然后因为它是本身是一个软的部件啊，我们也当然也是可以做出完全一样的一个动作啊，这样子把这个流星锤过来，用手臂呢把它给拎住啊。这个到底是皮鞭还是流星锤啊 ？Anyway，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镜头里头，目前这个光打下去的话呢，好像这一款更加的偏银，这个还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因为它是有点香槟银的，所以它会带一点点的金加银的那种感觉。这款感觉就比较更贴近于铁灰色或者是铁加银的颜色。然后除了一样的像这些干扫的部分啊，就是还是存在，我们干脆先把这一款玩具近距离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干扫还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然后分色的话啊，像这个刚刚在机身下有展示过的，还有在这个大腿的这一侧，这个配色在原本的这个基础模具上面是整个是银色的，但是到它的话呢就有一点不一样的点缀。胸口的部分也是一样，这个原本整个都是银色的涂装，这个的话呢则加上了一些分色啊，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包括肩膀内部这里也是一样，还有呢差别比较多的还是头雕了啊，这个是原本的一个头雕，很帅啊，这个头雕真的是很好看。那么呢几乎就是银色跟红色的眼珠子而已，但是呢这一款的话呢就是多了这个叫做有一点点金铜色吧还是什么的一个分色，而且它的眼珠子的内部的话呢
除了红眼珠之外，还有多了一层的一圈的这个一个分色啊什么的，脑袋这里也是一样，还有一点点阴影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所以以头雕来说的话呢，这一款的头雕呢，感觉是更加的邪恶啊，这一点是确实是有加分到的。你看这个头雕本来我觉得已经够好看了，但是你跟这个相比，对不对？是不是这一款，感觉好像两个邪恶的魔王在抢着镜头要自拍一样？这一款的头雕确实是有更加好看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也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背后啊，也是会有一些不同了啊。这两者的色差感觉就更加的巨大了。然后大腿的后方啊，原本呢是这种颜色，这里就直接变成了是铁灰色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你说他们两者的涂装差别大不大呢？确实是，也不用说很细看了，稍微多看个两眼就能够感觉得出来，两者是不一样的。你喜欢哪一个？这个没有一定的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了啊。那这个我只是就基于一个非常喜欢电影系 Megatron 的一个玩家来说，啊，这一款价格反正。也差不多是一个 V 级原价，甚至再打一点点折。那反正行有余力呢，啊，就反正买不买就都是心痒痒啊，那干脆就把它给买回家算了啊。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分享。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